是南台的，对对，南台 Q 大 Let's go get in OK 往北然后向右转哦，插这边啊，不行啊，他眼我眼睛要往下看呢，我眼睛往下看，我前面车不要蹦发大，但是红绿灯上放了，这红绿灯我算过，我每天走路上学我算过它大概有一分一钟以上，超久，大概九十秒，我觉得它有九十秒。眼镜烟火就爬上去，然后点一张打火机拍一张照，超靠呗，这样这样爬着这样，拿拿，干。全部人都拉跑，全部人都倒，全部人都这样 up 的的全部倒退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南台，
今天要来做一个实验，一个 challenge， 没有了，不是 challenge， 是一个实验。OK， 我们先去买早餐 ，Let's get it。我们在等待我们的 breakfast 早餐。我们也解掉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干中解了。前面网板好朋友。我们现在要去做个实验。这个实验就是，那个诊断测验一些不知道啥作业呢。有，大家有，再来打架。超帅。嗯。做一个测验。谁要先做？我。大家先好。哇。问。侵入性的，然后先开刀。真假？喂。会开刀、哦。你。鞋子脱掉啊，会开刀、欸。坐上去啊，袜子也要脱掉。侵入性的。举步了。是要把那个仪器插在脚踝里面。对。直接割开。韧带先拔起来，贴人工的。啊，会不会痛？只有右边，因为这边扭过。哦。这边扭过。好，那我们会检查那个两边。也不是都痛，就是会酸的、啊。因为你有脚过。好，那我们会先看这里哦。好，对，看。我超音，超音波。就是超音波。我怎么也没有？没错没错。这个是皮肤。哦。它这里有一个皮，这个地方会不会痛？不会。不会了。好。好，我降低一下，这里会痛。哦，酸，酸。那这脚关起来，哎，我比较，待会会比较这里。还好，一点点。不像这里。这里真的超酸的。那你这椎筋刚扭到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已经好很多。已经好很多。对，它不会痛，但是就是你刻意去用它会痛。然后练一些肌肉力量，踩起来的。练那个，这样踩高，往后的，对，然后往这样勾，往这样勾，哎，对对，然后练一些肌力，不要让它再受伤。哦，这一位，谢谢。好，等下你一样。啊，这个是那个横切，我刚好是这样。跟面试一样，你们面试过吗？有，可是不是这个时间吧？我觉得那我一定超北蓝。你如果告诉你说，我觉得那时候是，还不是斜坡哎、欸。对啊，这也可以留板。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是有一个保护法的实验室。是什么法？保护法。保护法。然后要如果这个拍到的话，有看。这个拍到的话就要罚120万。超漂亮，这个就是全新的版型，胶棒版。哎，这像冰棒棍，来啊！这里像 TTL， 对，学一下学一下。他只要逻辑对，他就可以达到效果。就可以。现在他要把上次没测完的来测完。这个是肌耐力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很累啊，就是拿两个绳子这样一直甩。中间然后你。哦喂，好哎，用力。他可能也不爽。你大概可能你可以，你可以遇到长板。你30天，真的很多格子。理论上来讲，他通常的用法就是要么从中间剪，从中间剪两条了，大多都是等你想要放回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个带你回来的感觉。啊，贴一波贴一波，这就是我贴法的方法。那我们在高潮，嗯，一下舞台色，对。哎、欸，今天你有看？今天新闻有一个很好笑，有一个爸爸，他晚上这个姿态，脸我是没看过、啊。妈妈手是，有没有是哪条肌肉使用过度？有没有这样贴？哦，那个都是瘦身效果，瘦脸效果。好绝。透过物理治疗让你回去，就是什么五十肩啊一样，五十肩其实你的身体已经没有意义。
就是你已经没有异状，但是你要把它回到100%，就是要被拉回去。这个也可以透过这个去改善啊，因为物理治疗还是会痛。这我这样贴着，你这样这样贴这种感觉，就是感觉像皮被拉往上拉。啊，它是也是有药效的感觉。你有讲讲了吗？左边第三次。副诊图。是有啦，那这个动作看来不太需要到水力。有。我站上，刚站上来，然后他就直接拉了。左边第四次。放很稳，但没有很高。但小马是啪，超高，跟那个桌子一样高。小马每一个桌子一样高。不要换他做，他就把司机换了。继续。手机啊，很低的。超好笑，就全部人都在司机，而且中间那个没有缩水，超缩水。对吗？可是我练牛角，就是因为牛角不能用 Ollie， 就是练 Shelby。有，会有什么会感觉？我不知道，但你这个方向做算了，哎，搞远一点。哦，有啊，有感觉吗？有，有。我看这反应超大，其实还蛮大的。真的假的？没有点到，点到的话，它这个翻的会翻的很完整。哦。拜啊！好了，现在拜远了，拜，就这样走，开走，对，坐起来，拜啊！这样超奇怪，一边没声音还带这么爽。我刚折到他了，有声音会一点。七月初就出来，最有。你们的个人的资料我都传给你们看，感觉就很帅。对，给你们数据。OK， 拜啦，对啊，拜拜，拜。OK， 今天的实验就到这里了。现在开车飙回高雄。